让你们看看蓝魔的英雄到底现在有多狠。20、20、10。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你会控温吗，蓝莲汉？控什么温？控温？打他们还用控温呢？我的天！就看我怎么给他火烧屁股就完事儿了，还控温？我会隔温，不用控温。就我想学鱼草，我想学个鱼叉，叉一叉，叉你。啊，再插！刀有点难受，说实话。嘿嘿嘿嘿，哈哈哈！刀，走位。一回战准备能推呢？我擦你！嘻嘻嘻嘻，哈哈哈！哈！擦！再擦！我来了，给我干！这都是弟弟的，那沙扣咋一点用也没有？虚区全我打，沙扣！我日你哥，沙扣！又他妈是你！一点虚区也没有啊！적을처치했습니다나랑한번붙어볼사람我这多少兵？烧！他好猥琐呀！扎你！短儿短儿！我先撤一手。哎，跳弹！嘿嘿嘿嘿，哈哈哈！
처치했습니다. 요들을 올려다 본 적은 없지. 草丛蹲，啥意思呢？杀口。太难了，竟害我呀，没法玩儿。아군이타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적을처치했습니다학살중입니다我扎你，我再扎，我扎，嘿嘿嘿嘿，哈哈哈。你跟谁俩打呢？交闪现，不回家。我就想问一下，打他们是不是随便打？控不控温是不是也随便打？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不扎你吗？嗯？想追我？你确实在控温呢，那肯定得控温呢，那还不控温呢？我只是说那个意思，你不明白，我直接来个鬼叔，我直接一手大鬼叔。我得来波中了，来来来来来，我们得来波中路，下雨了，哎呦我漂亮啊，快来杀扣，嘿嘿嘿嘿，哈哈哈，你给我死，我扎你，算了，这你推吧，我回上路了。
엔진 가동. 제압되었습니다. 怎么死的？这是，这也可以死的。在这等一下啊，这波塞拉斯可能还能小杀一手。等他把技能放了，可以。他致命点燃，我砸砸。哎，哎，耶！我烧马屁股，今天就吃马肉。没事，我回了。我都可以来美甲切魂卷，其实。적을처치했습니다로드를올려다본적은없지当我们收割者啊出完以后，我们直接来一首。阿古里探险死了，我们直接来一首美甲切魂卷。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快点儿！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我烧你！扎！再扎！제압되었습니다烧！那都没用啊，这虚区打一下就死。嗯？哎呀，我哥！哎呦我操！咋这么多人呢？没反应过来。给我刮死了，没反应过来。我要是反应过来，我咔嚓往右边闪一下好，我们能不死。1750，差点钱咋办啊？
算了，直接美甲窃魂卷。大招稍微是有点小空啊，没事，但是问题很小。他咋不往前走了呢？他咋不打人了呢？十层美甲窃魂卷，其实我想在这儿等一手小黄毛，或者锤石也行。嘿嘿嘿嘿，哈哈哈！我锤！这就有点烦了啊！锤石有闪现，我们美甲窃魂卷没了。哎呀，好烦啊！我的美甲窃魂卷呢？没事，给我收兄弟们，保一下滑板还好一飘呢，收可以，剩最后一个。薛维是有点小狼了。我没有地方收线儿啊，这这去下路，这永恩不得赶赶我吗？我感觉永恩应该搁底下呢，他敢待在这个位置啊，80%是有人的，你们觉得呢？当然我们也可以把他判定为是一个傻子。看来他是一个傻子。900。小龙啊，小龙马上刷了。这兰博玩起来其实很累，这英雄老得看温。别，对不起，哎，不行吧，别，咦，哎呀，我的美甲窃魂卷呢，我靠啊，大哥呀。
这银马是真能跑啊。没法死。上吧沙口。完了沙口也没了，沙口。快跑沙口。沙口好像是个傻子，我操了沙口。你在那装傻呢，你直接走不行吗？我马上到，兄弟们。两层美甲窃魂卷，这么疼吗？啊，无尽了，我天哪，这美甲窃魂卷，哎呀，也攒不起来了，不行卖了吧，不行换了吧，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不行，我坚信我下波团战一定能攒起来。啊，我相信我下波团战一定能攒起来。我决定还是不卖，我最后信一波啊，最后信一波。别追了，别追了，别追了，不打了行不行，能不能不打了，别追了行，不打了行不行，能不能别打了，出门就打，出门就打，美甲窃魂卷都让你给整没的，纯是有精神病。我打字儿啊，我打字他们听不懂，以我的文学跟他们勾流有点费劲。后边后边，两层美甲窃魂卷吗？这哎我好意，哎漂亮，四层慢慢混吧，慢慢攒。把银马杀了，能不能我先扎他一手？嘿嘿嘿，哈哈哈！再闪，扎一下，再扎一下，甩个大，随时烫死吧。其他的咱就不管了啊！溜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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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层美甲窃魂卷千万不能丢！来呀，沙口！个大把你甩死，嗯，小黄毛来来来来来来来，呀，来杀口，一人一半来。扎，再扎。漂亮沙口，撤撤撤撤撤撤撤，再见沙口，这肯定是救不了的。
你被猜到了。还剩最后一个主基地，这把我们肯定是没办法去偷他。滑板鞋这英雄其实不适合往后拖，这个英雄往后拖不厉害。哎，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哈哈哈，啊叮叮，救救啊，队友呢？快快快快快快快推主基地呀、啊！别让他回家，别让他回家，杀他，扎他，漂亮！给他小刀拉屁股。哎呀，卖了不要了，美甲窃魂卷不要了，换一个。这次数有点多呀，这蓝哥。187。哎，小黄毛死了，可以杀狗，这不一波了吗？快快快快快快快，一波了一波了，先别着急别着急、哎我操，火烧屁股，火烧马屁股，我这边虚区可干满了，兄弟们吃了我一满当。叮